辽阴锤是自下而上，专攻敌人裆部的杀招，着力点为脚跟或脚底，具有简洁、隐蔽、不易防守等特点，以下为常用战例。当对手以摆拳攻来时，我以左辽阴锤攻击其腹裆要害，请看详细示范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993200。